因为我一直在想千鸟那个胸前的东西，你知道，让我一直分析。自己说明一下，自己说明。你要拉开让大家看一下。对不起。没有，我完全不会介意。没有啊，先大家道歉，因为我今天 cos 的角色是叫伤员和真啊，伤员和真这个东西就是，对，刚好病人啊，病人、啊。所以你头上那个像紫血的东西是头发？对对。我一直觉得好像没有加了螃蟹了，戴在头上。好，为大家上个手，那个是翻的是。Yeah.